哦，现在是下午4:30，然后室友的摩托车电池没电了。对，我等一下会把影片放上去，然后看是什么样的状况。那现在去买电池。电池啊，这颗十哎，原本就10号的，是的，有啊，刷10号的，对，那它这个都膨胀了，你要不就我们要偷车啊，8号的。应该不是要拆这块吧？好硬啊！没有人电池装这么硬。对啊，为什么不是拆马桶就好？可以可以。正极啊，不过每次他这边都塑胶壳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哦，漂亮。怎么看？哪里有膨胀？看这里啊，有没有一格一格？你摸摸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小膨胀。是有钱换油啊啥的，这个这包螺丝包吗？对啊，一样。这边我记得它换成是那种铜头的样子。对比一下。对对对一下，对一下，对比一下。你要看型号。看型号。欸、很重哎、欸。那为什么一个是5E实验版4S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OK， 好。五一是原厂的吧？好。来。好。然后螺丝所附端子时所附扭力与20-30 kg 之吸烟范围内。好。新品电池，那拆喽。嗯、欸。还是我们这个拆下来贴到。啊，看断掉了。那没办法了，新品电池。好，来，然后这个拍一下，啊，这个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有，死掉了。最重要的螺丝包。这个螺丝一定，这个锁点要先放上去的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斜，这个倒一边的这个啊，朝下哈、啊，塞进去。嗯。哎，这样就好了。有有有有有。来，倒角的朝下插进去，这样螺丝孔都对到了。好，现在把电池送回去啊。
没毛病。好，然后锁回去的时候，先装正再装负嘛。但是现在应该没什么差别，因为这边都塑胶壳。先装正再装负。啊，因为你如果先装负极的话，你如果先装负极的话，假设我旁边有金属件的话，然后接着再装正极的时候，我工具上去，然后碰到旁边的金属件，是不是正极就跟负极打在一起了？因为整台车体是带负极，车壳的部分，没有，就是金属的部分是带负极的。他说要锁多少？20到30公斤CN，这个力量大概就是差不多，就这样。你的扭力板手上面，我副板，副五排扭力板手，来，然后负极。发得动我们就把盖子盖回去了。哦，现在电压12.3，跟刚刚差不多，刚12.2嘛。没有、好厉害哦，要拉刹车啊。我的车不用拉刹车，忘记了。哎呀，这可以插吗？可以啊。你把你，我这边洗就好。你这个是要用的。那换完了。